大家好，今天来介绍一块万荣乡新白杨部落，就是建琴地区的那个山上的槟榔园和山苏园，海拔大概是差不多是400左右，总面积有一甲多，3150.06 坪，销售158万。这个是林业用地哦，坡度大概都30度以上，园区内有路哦，都可以到达。你看这个照片里面都有路哦，现在有槟榔，有山苏，还有水有电哦，然后还有杂木林哦，得住急售158万。这个左边这个
这个左边右边都是我们要卖的土地。大致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是我们要卖土地地主的农业用电。这个土地从这里开始，这个也是哦，右边左边都是哦。这个是山泉水。干净的山泉水，以上哈、介绍完毕哈、这个总价就是158万，原住民保留地的，山坡地保育区的林业用地啊、一家多，158万，地主急售，有意愿出价的欢迎来出价。你有房地产要卖吗？委托专线0932199179，永庆不动产林玉伟，欢迎您的来电，谢谢。